再往这边摇，那你可以看找最高点或最低点啊，再找一遍啊，最低点 ，OK， 最低点的时候头偏这边。然后拉过来摇的时候，它往那边偏。啊，利用的是你看啊，这是旋转中心哈，这是杠杆原理，看这里。嗯。不能杠杆，要讲连杆呢，那个绕口令。连杆，我们这边推它，它头就往这边走。嗯。那问题在于，我当初打这个洞的时候，打了无盖水哈，就说你有的老师会说，哎，摆动幅度太大，或者摆动幅度太小，或者锁掉头歪掉，其实有办法。对，我等另外提示。从这个决定了。啊，我为什么拿一个大头钉？归到大头钉，我可以决定另外的地方可以自己搓。哦，搓洞。啊，搓完你就决定就好了哈。你头摇太大，搓过去一点，可以知道。不是那个可以决定那个位置啊，因为这个已经转好了，所以哦，不注意。我本来想哦，这买那这，结果我在想等的呀，过来无啊，在想鬼想等的，无啊。所以那个是手工业那个一品一店的东西啊，比较贵。他们那个大概至少要赚一倍以上啊，你也没办法。因为我们买都是小量的配件哦，尤其羊眼钉，我曾经试着在淘宝买，不划算。因为除非你是那个进货商，我有。啊，这个不要锁太紧，因为锁太紧你会发现，因为这有个断差哈。我们利用这个，啊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锁个勾上去。好了，来呀，决定这一点了哈，要最低点。好，我们知道最低点在这里了，那头应该是摆这边，稍微摆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决定我这边歪一边的吧？有啊。不要太歪哈，太歪很难看。那这里就再决定，我们就绕一个环。啊，你放心的绕，啊绕不对，我跟你讲过，可以自己改动了。啊，不要说哎，赖老师设计才对，没有，没那回事。本来机构就是要自己改的，啊，自己设计才对的哈。但是我是说做一个现成的 sample 给堆完啊。好，那多了就剪掉。剪掉之后，这个洞就要绕小，绕小的话你就这样拉后面一点就好了。用这个的后边后端去绕啊，先不要紧张，我现在绕前面再说了啊。洞太小了，被我夹扁了。洞太小了。那虽然买一个比较尖的尖嘴钳，没关系，比较好用。啊，这样就好了。有一个环跑出来了啊。好，我准备做第二个环了啊。那是在这里，我先用这个洞啊，看头会不会很丑啊？很丑，就在换个位置。我刚羊眼钉，你哎，那羊眼钉是两份的哦，一才用三根啊，有发现？另外一个是要做手做猫头鹰的。啊，我比记得叫你爱准备那个电动起子，电动钻头，那个无线的有吗？有这样？电动起子。电动钻。手电钻。对，借我的。要几支？两三支就够了啦，因为大家钻头要找你们借哦，我今天真的忘了，所以有事没事啊，闹别气的还。出门在外哦，就是来准备，要头歪一边，对不对？没关系。最低点，对，最低点到最左边了。头过来。老师有那个，就是在转动这个。好，你如果发现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这头老是歪一边的，那怎么办呢？调啊，怎么调？转头。来，是不是过来一点点？对。那过来一点怎么办呢？我们重新转一个中间。啊，你要它摆大一点，就是要它摆大一点，要接近轴心，这样了解理解吗？这个叫曲柄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到这里叫曲柄，这地方是连杆，连杆不管。我现在这个的连杆的中心是从这里到这里，它摆动中心在这里，这个摆动中心在这里。如果你要它摆大一点点，我这个就要加长。如果要摆小一点，就往内走一点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所以我现在先另外开一个洞，为什么呢？我故意另外开一个洞，让你们知道说位置是可以调的。把这款那个环我把它缩小一点，好，我现在希望它过来一点，我就从上面再开一个洞。那我让它头摆大一点哈，这边好。我现在转一个洞对不对？然后转起来，我已经做记号点了，所以我带了很多大头钉，好像几十个，因为带回来那一组你们就自己调了，带来长度啊什么你们自己调，我们要做一个，衣甲的那个机构哦，那玩意我玩过很多了，那只是说，我今天故意做一只同样的猫头鹰，让小孩子感受会最深刻。对，啊 ，OK， 好来，好，今天过来开始盖哦，哦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调，就是可以调啊，你可以调位置啊等等啊。哎，人家说哎露馅了，脸露出来，那自己调啊，对不对？都可以调，好不好？你就可以说哎，我要调哪里位置可以调。
小朋友你很喜欢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好，我现在来还给你们了。